哎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屋。哎爸，您来了，快里边坐。哎。姑娘，爸特意给你拿的土鸡蛋，弥补补身体，我一会儿还得去医院。爸，你去医院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妈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我的钱都给她吃药了，医生天天在催住院费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交不起这个钱，这次来看能不能问你借点。爸，那我大姐她知道吗？别提了，你大姐她去年收成也不好，还供着两个孩子要上学，我实在没办法，你看我这次来能不能问你再借点钱。你看爸惹病子生气了，我还是走吧。爸，你等一下。按说妈这次住院呀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应该多拿一些，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不当家也不做主的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。爸，你刚刚也都看到了，我这里只有这1000块钱，你先拿着去给我妈看病吧。爸明白，你们也不容易，那爸就走了，这点鸡蛋你就留着吃吧。爸，这些鸡蛋你拿回去给我妈吃吧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那就走，拿着这些钱呀，去医院看咱妈。老公，这钱不是你公司的周转资金吗？公司周转呀，我会想其他的办法。多少钱也买不回父母的健康，父母在，家就在。走，咱们一起去医院看咱妈。转身就是。